麻烦女人。啊！一块小猪肉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一块小猪肉。其实我平常是一个很喜欢在厨房里面搞东搞西的人，所以就想说，那就影片记录一下我平常到底在搞什么东西，虽然平常都搞得不太好。那为什么不看食谱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人，我就很啰嗦。就是我看了我想要做的东西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啊，太麻烦了，太多了，我这样没有专业考试啊，就这样，所以我都会自己胡乱搞一通。我今天要做的是 AI 料理食客，就是问 ChatGPT 说我想要做什么，然后我不要什么，各种奇怪的要求说进去的话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就帮我生成一个专属于我的完美食谱。那，我今天要做的是 ChatGPT 生成的完美懒人低卡柠檬塔，请给我一款低卡完美的柠檬塔食谱，但我没有专业烤箱，请考量到自由香草精、消化饼干、气炸锅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做出来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吃。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OK， 那他这边还要帮我就是预估了一下，热量的差距。那他我等一下是会做八人份，那他估的是我的懒人低卡柠檬塔呢，每片是111大卡，一般的是308大卡。完整的食谱我会放在资讯栏，想要做的话，如果我有做成功的话，欢迎到资讯栏上面去看看。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，就是我的小模具，燕麦消化饼干。为什么消化饼干？消化饼干很好消化吗？无盐奶油、鸡蛋、优格、柠檬、盐、蜂蜜。结束。首先，我先来制作塔皮。先把消化饼干弄碎，然后呢放到密封袋里，用擀面棍敲碎，8到10分，480克，一片是72.7克，480×72，消化饼干大概要放7片。现在我来准备无盐奶油，28，送去微波了，拜拜。我刚刚已经把奶油融好了，哇，好油哦！接下来就是要把饼干打碎了。我把袋子打破了，他竟然给我跑出来，好生气哦！它还是蛮松的，我尽力了，然后把它放在小模具，拔个出来，哇！看它可以装几个，就装几个。压一啊，感觉可以再压实一点，就不会散掉，应该吧。就把它拿进去160度烤5到7分钟，在等待过程，我们就来挤柠檬汁吧。柠檬汁它是有两颗的，60毫升。这样应该要出土了。啊！焦了，不是说5分钟6-7分钟吗？他说烘烤5到7分钟，直到塔皮呈现金黄色。它有些是金黄色，但有些是黑色。120克。好，100。哇，180克。好的，接下来加蜂蜜。竟然还要回不去了。好，就这样。盐少量，少量是多少啊？难以言喻。这边很薄哎，这样怎么凝固？
我以为它会直接松掉。哦，但这个比较黑一点，我不知道是，但还是有点脆弱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放进去。两个小时后见，回来喽，准备要来开箱。这个是冷藏的，它的质地是这样，味道是好的，但是它没有凝固，就是优格的味道，蜂蜜柠檬优格，然后再加上一点有点油的饼干，然后这个是冷冻的，加点出水，其实质地没啥差别。啊！为什么长这样？耶！这叫柠檬塔。什么意思？只有酸而已吗？对啊，它味道是好的吧？它有柠檬的味道。只有酸为什么会是好的？它有柠檬味，柠檬蜂蜜还不错吧？配那个饼干还行吧？十分你给几分？如果它叫柠檬塔的话，我还有六个要吃，各位想要吃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我还在思考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还是我的问题太多。对，我就是一个麻烦的女人。但是我还跟她说我是亚洲胃，为什么要做出来长这样？但是我输入的东西不正确，或者是不能这样用。好的，欢迎，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就是 ChatGPT 会生成出什么样的食谱，然后呢做出来到底会长怎么样的话，或者是觉得可以对 AI 下怎么样的指令比较好的话，也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那个样子，我发现放超过一天之后，它就会凝固，不会掉、欸，真的不会掉、欸。你干脆告诉我你在做木乃伊好了。不是，不是啊。一块小猪肉。